大家先介绍，格林哥班扎阿米斯坦图布努，可能能按到刘正义阿塞亚海。我们那诺卡乌尼马塞坦图下是伊斯林图邦多回海南山新图巴下到多，安坦下格林哥坦海萨保斯当马斯宁阿夫坦纳安坦伊库海鲁顿代亚。Lang nito ang tan siya kalingkutan kay na ay dato mas numamada siya sa vivevia bunun sidok. Makuuni mas ito vivevia ito bunun sidok to isling asya daw. Makuuni mas ito lopaka daw to kahan siyapan mas iskauni mas isling tan. Puinunun mas ito malantangus habas to hudas kay mada siya sero to kayunyan to isling kay anamasdang mas. Mas tanin to mas syalta adaw.Wat mada kata na inata tana bunun hay na masyalin usaduan to mada antan siya kalingkutan hay makubis inaitana ito unimas antan sain tanto yuentumina isling mada siya masyal taadawin.因为当初从台北回到花莲市的原因，就是第一个是小孩子他们要开始要念书了，然后第二个是老人家那年纪都慢慢的年长，想要需要我们这种年轻啊小孩子都要回去，因为北部工作竞争太大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做一些公部门的一些的案子，因为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可以一直在北部一直在耗这个时间，然后干脆就搬回来，那一开始我们就搬到老家，对，然后我就还有一点点的钱，然后我就买了几个货柜屋，然后斗在一起，然后找几个师傅来帮忙帮我做隔音的部分，然后我自己也亲自下去，然后监工啦，不管在打杂等等的，我都一起来这样子。过了半年多，还是一样，我们回来不知道要做到什么。然后我有一度就是想要放弃音乐，然后想说把一些器材全部就干脆就转给一些需要的人，然后就真正的想要放弃音乐。然后后来有一度我还跟我老婆还卖起便当来，就透过朋友，然后他们有说，哎，那你为什么你们不去申请补助呢？你既然你们身为原住民的身份，为什么不去找补助呢？我们不知道哎，我就没有太了解这一块。其实我们回来花莲，我很感谢原民会因为有了这个百万军事创业的这个补助案，而我们两夫妻就鼓起勇气写了这个计划案。所以我觉得回来花莲落地生根，然后去做了这样的一个音乐有关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对我们两夫妻其实是一种踏实，而且也是觉得说不敢说是使命，但是我觉得因为就是因为是自己的文化踩在自己的土地上，那种踏实那种真实会比较愉悦，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他这个是他的故乡，这个是他自己的文化。你一条一条的来，你不要全部一起来，要不然你这样会很乱。好的，对，你会用不完。然后全部的线全部走在一起了。哎，还不错。自己在养那个东西吗？等一下，两把。
怎么那么帅的？对，我待会儿会进去。秀了。哎，洪苗，等一下，我们先听指示。等一下。好，为大家。等一下，我安排一下啊、哦。然后这阿飞在这个位置，对，然后老师来你这边。咬姜嘛，咬姜。我是这边。对对对，这边对，面对我。对。其实一开始这张专辑的原意本来就是想要做这个花莲头目的歌曲了，那其实就是跟了这个花莲县的这个科长，我们在这样好几次的讨论了之后，他觉得其实应该可以借由花莲在六大族群，格马兰、泰鲁格，然后萨奇莱雅，还有就是赛德克族、布农族、阿美族这六大族，以在地这六大族，然后做一张专辑。那当初他这个原想一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不错的，所以我们才会积极的在谈这个专辑要怎么去运作制作这样。对，其实我们当初有个想法的最主要用意就是可以创造一个属于花莲原住民族语一个创作的平台，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了六大族群，因为这是第一次，所以我们没有特别透过甄选，但是希望我们在未来可以透过甄选的方式来去让更多的对族语创作有才华的音乐人士的话可以一起来加入这个行列。总统顺一下，好，总统顺一下，顺一下，你可能要 cue 他们一下，那谁是谁的位置。对，会选择六位歌手，其实这个有一点玩味哦。其实也，我觉得其实我们回来花莲的时候，其实因为在地的歌手跟乐手，我们并不是很熟悉。毕竟，猫哥也是在一直都在北部工作。那我不是在地的阿美族，我是泰雅族。其实我对花莲是完全是非常的陌生。那当初要接了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我也是透过一个花莲在地的这一个阿廖，那请他协助我找了这六位歌手。一开始有一个朋友，他叫阿廖，就打电话给我讲说，哎，你听过这个猫哥跟猫嫂这两个人吗？不熟呢，后来猫嫂就说要去看他的公司，我就看到他就带我去，一个很旧的房子，然后上去之后一个大的货柜，然后那个货柜烂烂的这样，有没有做得很好？就有一个人跑出来，他说，哎，给你介绍，这是猫哥，你看，刘正义，你怎么在这边？就是我就是猫哥这样子。哦，原来是你哦，你回来了，你这样。好，对对对。但是没有那个、啊，他不知道怎么进歌呢。当时不是有唱那个哦，然后才进歌嘛，对不对？第三次就是一起，然后再让阿奎进一起。好不好？对 ，OK， 好，你可能要 cue 他们一下。对对对对。好，第三段的 C， 第三次的 C， 就是我们一起 O 之后，他就可以唱。好的，一起唱，好不好？先让我们听一次。好。当初会参加这张专辑，是因为，本来是找一个格马兰族的族语老师，对，然后但是他希望可以给年轻人多一点这种机会，所以那时候他辗转又来找到我。然后我想说，那就来试试看参与这一张主语专辑。当初会找到我，其实是因为萨奇莱雅族目前没有那种歌手，对。然后当初在找六大族的歌手的时候，萨奇莱雅族就迟迟找不到。那猫手那时候就想说，那就直接来培养一个当地的就是有领唱的才能的这样子的部落的，就是族人啊，然后后来就找到我，那
因为我有唱部落领唱的经验啊，就是后来就选说啊，那就决定是找我来唱这样子。就是整首歌，好一个人唱一句，那句比如说是赛德克族的，用赛德克族的语言，然后阿美族用阿美族的语言，然后整个全部唱下来，哎，还蛮好玩的。其实我觉得写这首歌，我很难唱。蛮特别的一首，那主要是六大族群的族语这样斗在一起，然后要听起来也很顺畅，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如果即使你要交给外面的制作公司，他们可能也是一头雾水。对，因为那个时间的配合是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歌手都在忙，然后还有族语老师他们要翻译，他们的时间都要配合等等，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困难。那当然，参与这张专辑的过程其实很辛苦了。就是说，猫哥、猫嫂他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希望是完全古调，但是完全古调就会碰到一些困难点，就是有些古调就我们没有办法唱，是因为那些古调都已经在网络上注册了。那注册了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原有的那些古调。比如说我们要唱的那些古调拿出来唱。针对这个原住民的创作智慧保护条例法呢，其实在我们这个音乐制作专辑上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部分啊。那其实原意这张专辑原本是想要做十首歌曲，然后就是以花莲在地六大族群，然后就是六大族群他们的苦谣重新这个编曲，然后赋予他一个新的生命。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保护条例法呢，促使我们在这个十首歌当中必须要经过一些查询。那查询了之后呢，其实有很多首歌我们就是感觉上大概有两个小节、三个小节，音都非常的类似。那因为这张专辑是要做一个正式的一个出版跟发行，所以我们当下跟这个县政府讨论了之后，那我们就改为做创作。这几个做出来的一些创作，就会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会有很多现代音乐元素。包含古调的原有的韵味都在。每次我去表演的时候，我在唱歌的话，以前的话就是用声乐的方式去唱，然后听到这样的声音，他们讲说啊，这是一起唱的。可是现在我用猫哥他们说编的歌曲。我一唱的话，他们就听不出来，就说这个是一曲吗？你说四小节是这样唱，但是你加了母语进去之后，它在四小节里面会变化很多东西，也许是歌词的长度，那也许是他们的母语的口吻的关系会改变音，改变声音。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把他们请来一个配唱老师，他发现我的喉咙有太多的杂音在里面，就是所谓的烟嗓，就是有点肮脏的喉咙。他教我一些这个发声的位置的改变，哎，唱出来就还蛮舒服的。因为他声音太特别了，很沙，那个声音很沙，所以我们一直在修正他这个沙哑的声音。他沙哑的声音可能是因为唱习惯，每一首歌都是这样子，而且是很用力。我是怕那个刘震云的那个麦克风破掉。可能我的经验跟那个和莫言老师其实有点像，因为其实在可能之前的经验里面是没有任何比如说配唱老师啊，或是有一些老师来教唱，就是教唱歌这件事情。对，所以是在
配唱老师加入之后才发现好像唱歌好像也没有那么简单，就是本来以为自己就是能就是可以唱歌的人这样子。比如说我的唱法有时候都会太过僵硬，那可是那一段歌词呢，有些是写在那个鱼在海边跳跃，像我讲唱得很硬，他说你的鱼是这样冲的这样吗？这样没有跳的感觉，那你要唱出那个跳的感觉，你要想象那个跳跃的那种感觉，你才能唱得出来这样子。来准备哦。音乐跟唱歌这件事是我一个非常大的兴趣，所以我应该算是无时无刻都在唱歌的那种人，对，就唱到那种连家人都会觉得很烦的那种，对。但是在表演的时候，我觉得每一次的表演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就遇到的人不同，然后所以我分享的人也不同，然后在每一次表演的唱歌的情绪跟感觉也都不同，所以对于唱主语歌这件事，即便是今天是唱，因为我一半是阿美族，即便是阿美族的歌或格马兰族的歌，但是我觉得在一个公开场合愿意唱主语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很认同啊。我觉得应该是要从认同我是谁，然后我是什么族开始，所以才敢就是比较在可能是华语的主流社会去唱我们自己的主语歌曲的这种心态去唱，在每一场表演去唱主语歌这样子。唱歌或者是音乐这个部分，我觉得对我的生命来讲，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甚至于它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有时候睡觉啊，有时候枕边的人就说你干嘛睡觉睡一睡还是唱歌，然后我在想在创作的部分可能就是因为晚上睡一睡哈，睡一睡然后又梦到一些旋律，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莫名的一种感动，然后或是有一种旋律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在漂浮，然后就会适时的会拿一把吉他，然后去记录印象中的那个音乐的样貌。录这张专辑哈，然后就希望，我常常去讲说我年虽然我年纪比较大，然后就后来就是希望说要让我们的泰鲁格族的歌能够去改编现代的唱法，然后就是能够让大家不管是别族的都能够喜欢听这个我所唱的歌。但这张合集会变成应该是说有史以来第一张吧，